者叙事引台北报道，用一碗泰式蛤蜊汤肉的御厨熊高登也折服得出神当道。美国版八王凯杰返台拍摄全新美食节目杰出任务，首集神秘嘉宾即邀请到王凯杰的妈妈 EVA 带出本集的神秘箱任务。妈妈一席话更当场让他泪崩，连在做评审也都泪洒现场。对于节目即将播出，王凯杰非常兴奋，他透露自从厨神当道美国版爸毕业之后，很多人问他之后是否想开餐厅，但始终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分享他对食物料理的热爱，也曾怀住梦想希望有一天能有自己的节目。这件事没想到就在短短半年内就在 Star World 频道实现了，让他开心又期待。在第一集中，王凯杰的妈妈 EVA 单人重量级嘉宾给他出了一道难题，一个他从未料理过的食材海鳗，他也在短短30分钟内用一种超乎意料的料理方式重新诠释创造出海鳗料理，但也因为对首次料理食材的不熟悉，不慎让评审吃到鱼刺，让他自责不易，当场流下愧疚的泪水。随后同时也身为评审团一员的妈妈 EVA 充满智慧一席话当场让所有人都泪洒现场。我知道我平常对你们要求很高，我就像天父的爱一样，比山高比海深，你今天做的再怎么不好，我都要给你这颗星星，也让这道料理增添幸福味。杰出任务节目共五集，以最快的速度在本周日母亲节晚上10点在 Star World 频道全台首播。每一集王凯杰必须完成一项任务挑战，在第十餐考题由神秘评审团进行评审，每团5位评审手上拥有一颗星，他必须讨好他们的味蕾摘下3颗星酸挑战任务成功。节目中也特别邀请到台湾超级名模倪亚伦和他一同完成任务。王凯杰左返台拍摄全新美食节目杰出任务，首集神秘嘉宾即邀请到王凯杰的妈妈 EVA 丹沃尔提供王凯杰左在杰出任务和名模倪亚伦搭档认真料理。Star World 提供王凯杰杰出任务动人抢先看。